哎呀，宁城这是妙法，要险些冻死在这雪里。这边暖和多了，听闻这山中有片瓜田，乃佛祖数百年前种下，吃上一口，益寿延年。 这是这天寒地冻的，我又无英雄这般法力傍身，找寻起来实是艰难。嘿，此前有人瞧见一个胖头娃娃抱着西瓜跳下山崖，那人跑到崖边探看，没一点人影，料想那娃定是摔死了，却听得崖下传来孩子的笑声一阵又一阵。 吓得那人屁滚尿流的逃了，我猜疑这其中定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莫非瓜田在那崖下？英雄不必在此守护，小生稍走片刻，待身体回暖，便自行离去。 三番两次是你，竟都是不分好歹的愚善。哼哼，大哥也有看走眼的时候，小小伎俩便能轻松骗来，你根本做不成天命人，还是早登极乐吧。 果然有慧根，放松些，这里可没有假道场的絮絮叨叨、打打杀杀。哦，嘿。
好瓜熟了，尝尝。可别瞧不上这瓜，当年孙悟空就是用它炸了我那小童。既然寻到这里，有一样他俩都不会的本事，我可传授于你。手，嘿，禁字法。不杀敌，只克己，妙用何在？你自会明白。有位孙悟空的故人来找过我，说想清静清静，我便送他去了浮屠塔。你可曾拜会？偷说你是天命人，可这命若由了天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
多谢你带他们回来，不用再受心魔之苦。我少校离家，也曾自诩天命所归，可如今成了这副样子，连跟着我的兄弟都不得善终。这个与我已无用，你先收下吧。该回家了。听闻他死了，那你又是谁？如此着实，活命或是泯灭，又有何意义？